民事正经，台湾人民有信心。欢迎收看《民事正经》第六十一集的播出。我是星光大学课中系教授。咱今仔日要来给各位报告的主题呢，是这个“和日本教育现代化”的教育家福谷章哇有气质。和日本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家福谷长啊，有气质和日本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家福谷长啊，有气质 咱是安怎维持这的节目，需要来讲到即个日本的教育家呢？这是因为咱后一要来讲到台湾的教育以及台湾教育的现代化。但是咱落来先来讲到即个日本的教育家，因为即个台湾的教育现代化，交日本来统治台湾迄五十年有所关联。副科长啊，有去接？ 这个福泽谕吉，咱台湾人对伊并无陌生。尤其咱台湾人若去过日本，若有去摕着日本钱一万块诶。上面所印即个人，著是福柯扎有气质。即、这个日本人，伊毋是政治家，伊是教育家。但是日本人认为，伊对日本诶贡献呢，即、这个。 达咧日本人用一个一万块诶日票顶面盖印伊个头像来盖纪念，所以咱会当看出伊个重要性。所以咱未来教甲各位来报告，即个福库扎瓦尤基兹。日本人通常拢较细汉，但是咧福库扎瓦尤基在咧，伫迄个年代一八三五年出世，一八九八年往生。 即个人身高袂细汉，一百七十三公分。伫当时的日本人来讲是算高大个。福泽谕吉，伊捌真侪语言。根据我了解，除了伊的了日本文、汉文以外，伊的荷兰文交英文拢真好。伊伫一八五三年出世，伫即个日本即个二战武士的家庭。 爷老爸呢？啊、哦，是即个儒学家，学儒学，著、就是学中国即个儒学，儒学家。啊，爷老爸咧做诶业务啊，著、就是咧对日本企业来做贷款诶业务，所以算是基层诶金融家。啊，伊对儒学真有研究，但是伊诶老爸一世人。 因为日本迄阵有即个门阀诶制度，你下战武士一世人著、就是下战诶武士，你阁安怎努力？伫迄个日本啊，即、這个江河时代呢，无法度改变，著、就是无法度改变。所以胡姑仔话有气质呢吼，真早著无老爸，无啊两岁伊老爸就来郁郁寡欢。 啊，落来吼，亡、哦、心。所以胡姑丈啊，尤其指无可能伊诶老爸，就终身不得志，因为门阀的制度。所以诶老爸亡心。但是诶老爸亡心了，出人将这册咧。啊，这国、个、家时代，离即个江湖时代，即册是真珍贵诶物件。所以胡姑丈嘛，尤其伊诶厝有瓜家产啊个有因老爸。 王生留落来册，所以伊伊伫十五六岁诶时阵啊，伊来将因老爸诶即个册啊，啊个一部分诶家产伊卖掉。啊，因为伊当十四五岁尔，伊诶老母伊诶家人拢反对，反对将即个家产交册伊卖掉。但是副股长啊，尤其是伊真向学，所以伊要去哪个啥去长期学习进前啊？ 伊将因个厝个家产啊，交出卖掉啊，啊，有一部分个学费会当互伊去学习。啊來，来来啊，到一八五三年，咱二节目中捌甲各位讲到呢吼、哦，就是日本面临着一个巨大个危机，日本史叫做欧存事件。欧存事件使得啊，即、這个日本人真惊吓。 啊，当时啊，来协助到日本人，来交美国协商的，拢是荷兰人啊，讲荷兰文，所以讲啊，即、這个福库扎瓦尤起志呢，伊迄阵著要来学习着西洋的物件，啊，会当互日本会当交美国相像，会当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，所以伫一八五四年啊，福库扎瓦尤起志，伊决定要去。 同时日本伫江户时代上界国际化的都市叫做奈加萨奇长崎，阿、啊、去啊学荷兰语，因为有法多去看到荷兰文所写诶知识。所以一百五四年啊，即、這个胡姑仔话，尤其自迄阵十九岁左右咧，去奈加萨奇长崎去啊学荷兰语，爱精进伊就啊学了。 啊，会晓看荷兰文的册，啊，翻译荷兰文的工程的册呢，啊，靠着翻译荷兰文的册啊。二一八五四年、一八五五年啊，迄个时阵啊，借着伊会晓看荷兰文，啊，翻译荷兰文变做日文呢，啊，安尼做即个翻译的工课，互伊来度三顿啊，伫这个啊荷语的即个学校内底呢，啊，即、這个南雅区的学校内底啊。 哦，做江苏哦，啊来遐做哦翻译个工课，互伊会当啊做，算讲一种像食客了对啦。食客就是讲啊，伊去遐做工课，啊去遐去遐带去遐，食啊，毋免付钱安尼。所以一八五四年、一八五五年，胡夫朝啊尤其是是刻着伊对荷兰文的人脉，啊来做翻译，啊来做食客。到一八五六年啊。 啊！伊就独立啊，就有法多讲去啊，Osaka 啊，大阪嘞吼啊，去啊来算做寡荷兰文诶教育个功课。啊，伫一八五八年啊，哦，伊去到江河，去到江户呢吼、啊，来教即个兰学、兰学库。哦、啊，一八五八年啊，即、這个福浦山话又去接伊个荷兰文诶知识。 哦，已经真充分有法度独立去开一间啊啊学校就了，对，啊，互伊会当教难学难雅库，啊，这难学就是离日本的江河时代呢，西洋的知识大部分拢透过荷兰人，透过荷兰文呢啊传入来日本，所以当时诶难雅库啊难学有真侪是有关医学啦，有关医学。 啊，西有诶，即个知识，所以啊，胡克扎嘛，尤其是伊有那有基本诶医医学诶知识，医学诶知识。但是到一八五九年，伊有一个机会来，伊对啊，刚好就是即个东兵，伊就去约克汉嘛。一八五九年，约克汉嘛开河，互美国人去遐做生意，所以真侪啊，美国相关诶贸易商。 啊，美国人，美国人来伫约克哈马遐做生意。啊，一八五九年，啊，胡泽玉吉呢，去到约克哈马，偌惊一个，竟然啊，迄扛棒下的英文啦、啊，即、这个胡泽玉吉拢看无啦。胡泽玉吉看无了，因为伊只真向学，所以伊就开始用上个元素的方式呢，来学习着英文，学习着英文。 啊！伊借着伊诶荷兰文诶知识，啊来学英文啦。借着荷兰文诶知识来学英文，所以伊真紧诶吼。伊诶英文就有一个基础啊，伊诶英文就有一个基础啊。一八六六年、這個這個、啊，即个日日本交美国诶友好通商条约，即个乌镇事件逼着即两国诶吼啊签订即个日美。 啊，友好，通商诶调用咧吼、啊，啊，要来换药、啊，要来换药咧吼，日本要爱派即个船咧，哦，啊，载着日本诶大使去美国换药，啊，美国诶来，啊，日本诶过去，啊，即、這个船长啊，啊，这个舰长啊，就是盛海洲，陪同盛海洲过美国诶咧吼，做助手诶，就是即个副区长啊，尤启志。 啊，咱知影盛海洲啊，是日本人，当时内底啊，上界有国际观诶人。啊，胡苦章啊，尤启志呢吼，当时伫只咸林丸只只船，伊是做助手尔。盛海洲是舰长，胡苦章啊，尤启志是做助手。一八六六六年去到到美国，啊，胡苦章啊，尤启志看到即个美国当时的发展。 看到美国当时的发展呢，吼，大为惊叹呐，大为惊叹。但是伊个英文敢那有基础呢所以讲胡科章话，尤其是离美国呢吼，然去交伊个朋友合租买一本啊英文的这韦伯字典呐、啊，英文的韦伯字典啊，个是盗版的，个是盗版的韦伯字典较俗呢。这胡科胡胡科章话，尤其是交伊个朋友。 两个人做伙买一本盗版的《韦博字典》，摕倒来日本的吼，啊，安尼开始佫进一步要来加强伊的即个英文的能力，啊，买来学英文相关的知识，啊，西洋的知识，哦、啊，所以伊放弃兰学，不再学习荷兰文，啊，伊来学习着英文，要来学习着西洋的物件，咱真孝困。 看另外几个介绍来给各位报告啊，这个户口在外尤其是伊学英文了，伊的进店交伊的机会。欢迎转来，面试正经的现场，咱头拄啊讲到。 福国章话又起起，阿、啊、就是日票顶面所引即的日本的教育家，伊呢做囡仔时阵是学中国话，啊即马来学荷兰语，来吸收着西洋的知识。但是离即个美国伊的影响渐渐增大了，增大了嘞。福国章话又起起，开始落来学英文嘞，透过荷兰文的知识来学英文。 啊！伊一八六三年去澳洲倒转来了呢，吼、哦！伫日本发表一个啊著作呢，叫做《西洋事情》，西洋个代志就对了。一八六三年，伊阁有一个啊贡献呢，吼、哦，就是二七年啊，一个日本诶，西库库诶，南部有一个藩，一个国家叫做萨兹马，萨兹马呢，吼、哦。 伊交日本个本岛，啊，即、这个凤首本州，下尾啊，啊，有一个国家叫做长州，长州藩嘞吼。即、啊这个长州藩交萨赤马嘞吼，因为因是一个边缘个国家，而日本即、这个啊，제도内底伊是一个边缘个国家，所以长州藩交萨赤马啊，这两个藩呢，拢积极去学西洋个物件、西洋个知识啊，学习着西洋个武器。 那一八六三年，迄年咧吼，在英国交沙子嘛发生战争，啊，即、这个、发生战争咧吼，啊，当时啊，即、這个福泽嘛又去去，伊就发现着英国人伊个西洋的知识科技比日本先进非常济，啊，做者西洋的物件落来，更改翻译做日本文咧，互日本人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一八六三年。 啊，即、这个复古展嘛，伊开始另外走去啊，一个算因日本诶大赛啊，迄、这个所在呢吼，甲伊借着真侪即个英文诶册，啊，所以积极将即个英文诶册呢吼，甲、啊、翻做日本文，互日本人知影西洋诶知识，包括将即个 copyright 啊，即、这个著作权啦，吼、啊啊，咱中文讲著作权 copyright 呢，吼、啊，甲伊翻做版权啦，吼，啊啦，即、啊啊啊啊这个英文诶 competition 啦。 啊，这竞争咧吼，伊甲伊翻译做竞争即两字，基数竞争竞争即两字啦。竞争即两字。所以真侪日本文进的啊概念，拢是即个副柯长话，尤其是二一八六三年迄阵啊，安尼替日本人对外文，尤其是英文，甲翻译做日本文，予、哦、日本人知影有即个著作权即个概念，有即个竞争即、这个概念就对了。到一八六八年啊。 即个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阵嘛，啊，即、这个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阵，落来有人才，所以一八六八年呢，福冈话尤其是伊呐将伊较早所写嘞，诶，即、这个兰学、兰学术，改做客家区的前身叫做庆应艺术啦。即、这个庆应艺术呢，咧、就是、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迄年呢，吼，改改做庆应艺术，啊，即、这个、是一个私立的学校。即间庆应艺术啊。 对于日本以明治维新的成功啊，有真大的贡献。因为这个庆应艺术里得哦，进行真济这个英语啊、英英语，这个国家因个知识个传输哦啊，所以讲庆应艺术啊，伊培养着真济日本人哦，明治维新所需要的公务人员哦、官员、作者拢是庆应艺术来培养出。来。 啊，即间庆应义塾呢，真伫东京。国语你若去伊诶啊，即、这个旧校舍，台好台江区诶，旧旧校舍，我有去过呢吼。啊，伊诶建筑物呢，交咱台湾真济即个像阮成功大学啦吼，哦，即个啊，即、这个啊这个台湾文学馆啦，哦，也是咱即个啊，即、这个啊这个建国中学啦，吼、啊，也是台南一中啦。伊迄建筑物拢是用红砖啊咧起诶啊，落迄个共迄、那个时代。 哦，落去嘅建筑要得到。啊，即、这个庆英艺术伊有一间图书馆，即间图书馆你若行入去咧，咧入口诶楼梯转弯诶所在呢，吼、哦，有一百图啊，一百图呢，吼、哦，你会看到武士呢，吼、哦，对马顶跳落来砍迄只马啊啊，即、啊这个顶峰呢，有一个西洋诶天使啦。啊，即个、就是啊，福冈话一开始伊咧教日本人讲。 讲咱日本人，个阵做你是日本的武士，你对西洋只个知识呢吼，你着爱尊重吼，啊你着爱落尾啊来改学习，安尼咱日本人呢，只样法度学着啊西洋先进的知识交科技，即、這个国家才会强着着。所以企学大牙库啊，啊伊个全身庆盈艺术啊，虽然是设立学校进行着真济西洋知识的传输，啊咱一般啦。 那对福冈嘛，尤其之呢吼，你对伊的印象呢吼，著、就是伊有真侪论点啊，包括对清国啊，诶诶战争呢吼，啊，福冈嘛尤其之伊是主张要啊积极交清国战争，啊，福冈嘛尤其之呢吼，伊主张日本爱发展海军呢，强化伊的军事，啊，对朝鲜的问题，福冈嘛尤其之伊嘛就是讲日本爱积极来甲伊介入呢吼。 啊，来保护因日日本啊，里朝鲜遐的即个安全就对啦吼。所以咱伫政治上看到胡福才嘛，尤其是伊是对啊，清国交朝鲜的问题，拢采取真强硬个政策，啊嘛主张要有强大的海军。啊，伫即、這个啊宪法部分的吼，民权的部分的吼，所以像胡福才嘛，尤其是伊嘛有真大的贡献，啊，就是讲呢，伊。 对这个啊，日本的这个人权、民主的运动啊，伊有若真积极啊，去啊参与。啊，对这个报纸媒体呢，吼、哦，伊嘛受到啊，这个啊，日本的要人呢，啊，政治的要人的委托呢，吼、哦，有来办日本的报纸。所以，福过在啊，尤其是伊伫教育界以外，吼、哦，有这个啊，人权、民主。 啊，即、這个活动的领袖的即个地位就对了。啊，安尼呢吼、哦，对伊的教育有啥物啊帮忙呢吼、哦？对伊的教育啊，事业有啥帮忙呢？就是即个庆应啊大学啊，伊的前身庆应艺术啊，伊在一八八控年代产生啊竞争的危机，就是日本政府呢，对东京大学等呢吼，采、哦、取啊即、這个。 啊，中央啊，统一啊，中央一体化啊，积极来介伊帮助即个东家大黑了呢吼。啊，即件事立要庆幸一时，当然伊就较竞争袂过，较竞争袂过了呢，有一段时间啦。啊，伊走去啊，甲即个盛海洲啊，啊，即、啊、个借钱呢。啊，盛、這個啊啊啊、海洲甚至甲讲啊，你规气甲官官一客啊，去做官啊，安尼较简单啦、啊。但是伊袂死心呢，佫走去甲咱头下讲迄个沙子嘛。 哦，来甲伊借钱，哦，来甲伊借钱。啊，离这个一八六三年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萨子嘛交英国个战争，咱拄了看到啊，胡泽玉吉来积极翻译外文以外，迄个时阵有那有一个诚有趣味诶代志，会当显示着日本人要啊学习着西洋诶知识呢，吼、哦，就是即个啊，长州藩啊，长州藩呢，吼、哦，伊有那我一届交英国啊，啊，即、這个。 啊，离即个下关遐啊有烧箭着对。日本个武士咧，交英国个剑杆咧吼，离啊烧箭了咧吼，即、喔這个突然间砰一声作啥声咧吼，啊，日本即方面咧，啊，全部着投降啊，毋知影去互啥兵着。啊，即、這个时阵日本投降了，啊、喔，常州藩投降了咧吼，啊，英国人家问讲，啊，恁有啥物要求啦？吼、喔，上面咧合谈。 啊，常左环的武术甲因讲，你敢会使互我去船啊顶？他拄仔你用啥物物件甲俺拼诶？常左环的武术去去了，就是去看迄只大炮。哦，啊、哦、有、這个大炮遮尔大，莫怪阮武术得无啊道理。所以常左环让啊足积极去学即个大炮。啊，因即种精神，就是交副区长啊，尤其是伊所推杀诶去西学西洋知识就对。 所以啊，清英艺术伊安尼传输着真济西洋的地形咧吼。伫一八八九年代啊，财政危机的时阵啊，因为胡辜仔话，尤其是伊哩即个啊，即、這个民主运动啊，民主化个运动咧吼，伊有伊个领导地位，所以当时诶，即个大官咧，伊藤博文啊吼、啊、来向伊吼发表批评个意见。 所以，我通过青云艺术个协助个方案，来补助青云艺术嘞，吼，即下使得青艺术会当继续来经营招收较济一般百姓入来受教育嘞，退一部分来培养人才。所以啊，胡胡仔话有起志，伊离即个艺术个办理之外呢，吼，伊个离一八七二年发表一本册。 叫做《百科蒙罗书》咩？学问会提升。而即本册呢，吼啊，二一八七二年发表嘞，拢总卖超过二十二万本。啊，就是一百六十个日本人内底，著有一个人卖一本册。而即本册内底，福库早话，尤其是鼓励日本人呢，落来来学习，吼、哦，学着西洋诶科学、物理、化学，吼、哦，算术，即个啊科技交知识。 啊，安尼呢？你个人才会独立，啊，你的个人独立了，你的家庭才会独立，啊，家庭独立了，即、這個、国家才会独立啦。所以，亚库邦咯是什么？对日本的影响非常的大，使得日本人学着西洋的知识，包括现代的即个教育制度，所以日本人才系用一万块的入票来啊报答到即个啊福库藏，尤其是即个教育家。 啊，即、这个日本的教育啊，伊的现代化，伊的功劳非常大。啊，这嘛影响着咱台湾，因为何古怎啊？尤其只呢，二一九零一年来，汪星的时阵，脑溢血，汪星的时阵呢，台湾已经是日本啊帝国的一部分六年了。咱今仔讲到这，后礼拜再阁继续来甲各位做报告。感谢各位今仔日收看。